踱步街上观摩众人，外貌品行随意区分，日夜张望能成就伟人，或是作一世闷棍。自问极不愿当复制人，但事实声调难以变更，踏入巨星命途难度较深，或是再需要集训。如果我是陈奕迅，这句话太吸引，独站在镁光下逃离树荫，还是我不去面对黑暗，白日梦破醒了满腔余音。其实。